今天你看，如果你觉得对这个纹路不满意，有没有？里面是那个叫什么奇异果嘛？那我现在我用这个啊，这个点到它，我可以把奇异果，哎，等一下哦，你有这里有锁住哈，哦，嘿，我就移动一下，你有发现我里面可以变？好，哦，就是我们不是作死的，我可以调整。那万一你的字有变，比如说我的字现在。哎，那个这个是情人节快到了，不是吗？农历的，农历的，嘿嘿。那如果说，哎，你可能这个字要换，这个字还是可以换。你看，点到它，当然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字型了哈，所以点下去它会稍微替代掉。可是你有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内容却是可以换的。我们在做档案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要保留什么？可编辑性嘛，如果你今天你把它做死了，万一他说我就不喜欢这样，我想要差一点点，你是不是要重做一次？所以可以像这样会比较好，好会比较好。那这边图层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一种情形，你看，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图层会揪起来哇。你有发现这个图层往内缩？我们之前只有昨天有不小心有看到，昨天在用那个什么？在用那个图层效果，不是把它建立图层的时候，它有几个图层就往内缩嘛？哎，那个有，好，那就是用类似像这样东西哦。那你先找看看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是要这四张，你就把它丢进来。好，画面还给你。这边的话，看你是要这一朵还是要这个？哎，有没有收过这么多朵的？没有，现在送给你。本金999，哦，好，OK，那你要选这个那一张图在这边，其实你会发现哦，这里有两张嘛，这个是一般我们没有去背的，所以它这个是 JPG 有没有？JPG 不能带透明度，它一定是怎样？图就是四四方方的，没有办法做透明。好，所以如果以这一张来讲，你要拿过去，那就是你自己要把这个旁边把它去掉，好，把这旁边去掉。那如果你要拿这一张呢？哦，你说，哎，老师，今天我看给哪摆？冰箱柜啊呢？哦哦，其实哦，一般呢、啊，你们在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买过图库，外面有很多在卖图库嘛，也没有很多啦，就是说。可能像龙轩啊之类的，有一些电脑数据你可以买得到，或网络上可以买。那这种图，它很多都是什么？去背好的，去背好的。那去背好的，你要怎么用？诶，去背好的，它就会有一种特性。你来看一下哦，你看我把是吧？你有发现它有 Alpha One，有没有？那这样，你千万不能做一件事情，把这个直接丢过来，这样就破功了。因为你是不是要自己重新再画一次？太难了，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做？这个我先丢掉哈。以这一张来讲的话，你可以发现在色板这边，我现在丢出来了哈。这样你看比较清楚，它是不是有个 Alpha One？这个时候呢，我是不是要借用 Alpha One 来当做我的选取区？对不对？Alpha One 来当做我选，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边选取里面载入选取范围。好，这是比较标准的方法。然后是不是就有一个 Alpha One？确定？按钮算对吧？看起来好像只有选到里面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旁边这里，你如果注意看一下这里哈，我把它放大一点，你有发现？够大？有没有发现？其实旁边这里是什么？是灰色的。请问灰色会产生什么效果？我们都知道白色是不透明，黑色是完全透明，那么灰色会产生什么？半透明，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其实它这一朵玫瑰花事实上是有什么？这一束啦，玫瑰花事实上是有阴影的，好、哦，事实上是有阴影的哦。所以我现在呢，载入了之后，我把它复制、拷贝，我拿到后面这一张来，你看我来贴看看。把它贴进来，
也没有发现它真的是有阴影的，而且有没有很漂亮？了解意思了吗？好，虽然你看起来选举区，因为选举区只会显示什么完全不透明那一块，好，这样了解。那当然，我刚刚讲的是标准的方法，就是从这边载入选举范围。如果你比较快一点，我们会这样做。你记不记得我昨天有讲过，怎么样把这个图层的内容把它选起来？按 Ctrl 有没有？Ctrl 加按这个，对不对？图层的缩图。那么我们在色板也可以这样做。今天我要选它，Ctrl 按着，借用它，有没有一样？Ctrl 按着来点这个缩图，它就会把这个 Alpha One 的色板里面的东西就自动载入进来，就不用从这里。那这个就看你自己了哈，反正你可以用标准的，也可以用快速的，都好。拿过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啦哈。好，那你先试看看咯。你现在进来之后，这个花要放大，我就点到这个图层嘛，表示我在作用这个图层，对不对？用移动工具，你可以点它，这个就有了，是就可以放大了哈。OK，那这个如果你不希望它太清楚的话，像我原本我是有做一个这样的图层遮色片，有没有？那它在旁边这边是就不会变得那么清楚，就有一个效果，而且整张图层的不透明度我稍微帮它调低，好，有帮它调低。你以这一张图层遮色片来讲，请问哪边会是透明的？是右下角这里。所以你可以发现这边是比较看不到，好，比较看不到。那如果在这里的话，用完了我通常会把它勾掉，比较不会影响到哈。好，因为它是贴上就有一个图层，接下来你就可以用什么渐层的工具。好，我现在是黑色到白色的话，所以我就从这边黑色到白色一画，是不是就有了？如果觉得不够，反正你再多画一次也没关系啊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整个图层看你啦，看你要不要稍微再调低一些，这样 OK 的。好，那么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做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那个字的部分，怎么样才能够把它缩到里面去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已经做完，你就先把字打起来，因为刚好顺便学一个英文字嘛，哈。情人节很久没过的要记起来。打字的话呢，请问你。我这个是同一串字，对不对？字本身可不可以设不一样的大小？也可以设不一样的字型，反正跟 Word 一样。哦，你就这一块 mark 起来就好了。所以如果你在这边，这个你打字点到它，什么颜色没有关系。好，你字是什么颜色没有关系哈。那我现在先用黑色的好了哈，把它设大一点点。Vir 哦 T，，OK，那你就针对这一个，把它选起来，72超过了，然后我们就再增加嘛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这里后面这个比较特别一点，哈，这个 day，你看一下这里，哎，后面，那如果你要让它掉下来，你看哦，我这个字。假设是同一串字，这里是不是掉下来？那怎么样才能够掉下来？跟基准线有关系。这可能我们平常就比较少在用哦，因为有的通常它就比如说分开两次打，好、哦，类似这样。那这边有一个是所谓的基准线，哎，基准线好像在哪？这个吧，有没有？基线的位移，我现在是要往下移一点，所以这边我把我的这个字选起来，我把往下就用。负的有没有？如果你负50有没有掉下来？好，当然你说你变两行，它用行距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啊，你做得到就好了。我一点再告诉赶快，OK，只是说，那我现在字打好了，先打个勾。那现在呢？诶，还有一个东西要进来，就是那个奇异果。奇异果在这里，这一张奇异果跟我们刚刚那。那一朵那一束玫瑰异曲同工之妙，没有用。
你说我要这样自己选，当然也可以，因为这个还很好选。好，当然，那你不要忘记，其实色板有没有多一个？其实我们通常要的就是说，怕说它有些东西就是什么半透明的，半透明的，其实如果你要自己选就很难选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按住哪一个？Ctrl 键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忘记了，至少你要记得从这里来。嘿，你至少要从记得从这边来。好，确定，这样子就选到了。好，把它复制。真的啦，我真的很建议各位左手用一下啦，不要这么吝啬，左手都不舍得拿出来用，都保养很久了都不舍得拿出来用哈。好，哎，贴上。那这样贴一个，对不对？我再贴一个，因为我要两个，因为这个长度不太够，有没有？长度不太够哈，所以我再贴一个。好，那这样就差不多啦。好，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太够，你自己再贴三个啊、四个都没有关系啊。好，那贴好之后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二三，对不对？我可不可以先把这两层合并起来，变一层就好了？好，变一层就好了。所以我在这边，你按住 Shift，两个是不是都选起来了？那如果你用旧的版本，记得哦，是用什么？旁边这里是有一个链子。好，有印象哈，旧的版本是利用链子链，就不能按 Shift。好，然后来这边把这两个图层合并，因为我现在已经选起来就合并，它是又变一个图层了。好，就变成一个图层。那等一下怎么样把它摆进去？通常我会用快速键呐，快速键会像这样子，你稍微看一下，平常我们移过这个图层中间都没有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当我按下某一个按键的时候，有没有不一样？你看我在中间的时候有没有不一样？嘿，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，其实也可以从这里来，图层里面的图层啊，这个建立剪裁遮色片，其实它的功能就是这个啊，但是我用错图层了，因为我每次从这边选都会选错，有没有不一样？有没有摆到里面去了？但是你前提就是什么？要选到要缩进去那一层啊。如果你要从选单来选的话，但是如果你是用快速键，快速键我刚才按哪一个呢？按 Alt。你看我按住 Alt，我管你我现在选到哪一层，我这样有没有进去？啊，如果要取消怎么办？再按一次，有没有跑出来了？所以用快速键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不管我选在哪一层，反正快速键都一样。可是如果你用选单的，就一定要选到选对层。好，选对称，所以这个是你参考一下哈，这样就可以摆进来。来，画面还给你。OK，你如果说这个，因为反正我现在在这边，你看我把它稍微拉开，我刚刚字是不是黑色的？所以你看我这边没有遮到，是变黑色的，了解那意思哈？嘿，所以看你，如果原则上你如果要全部都挡到，其实字什么颜色就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现在针对这个文字。我是不是可以加上浮雕的效果，加上阴影的效果？那是不是从这边来？好，那我们就先增加阴影。好，它就进去了。那你要增加浮雕，其实可以在这个里面一起做，因为你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斜角跟浮雕？点下去，把它打个勾，有没有？就是做好了。好，那现在是内斜角嘛？如果你觉得你要用浮雕，你就用浮雕的。我们这里面反正有很多效果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尝试看看，好，可以尝试看看。那么深度没卡起没没卡浅呢，尺寸没卡窄没卡就青菜，因为这个都是由你自己来决定，就 OK 了。那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在哪里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可编辑性，因为文字可以编辑，底图还可以编辑。好，它不是作死的。那如果你 OK 的话，其实如果你觉得这张你喜欢，你就把它另存起来。好，把它另存起来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原则上，你还是要存成 PSD 的档案，这样以后你的图层才有办法继续编辑。如果你不是存这个，比如说你存成 JPG，很抱歉，你不用告诉他所有图层要合并，它就自动把你通通压成一层了。因为其他格式的原则上都没有图层，当然有一两个是有啦，不过 Photoshop 里面的效果也会不见。好，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最佳原始的那个编辑环境，一定要存成 PSD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了哈，来，画面还给你。